提起了台湾美味，很多美国华人一定会想到好吃的面包以及简餐。因此，南加州传承超过15年的 Kiki 菠萝屋呢，延续这份来自台湾的感动。上百种的台式面包，天天新鲜出炉之外，罗安岗分店还推出道地台湾味的台式简餐。香喷喷的台式排骨饭，用料实在不说，还有台式酱汁是浓浓家乡味。而台式香煎鸡排则特选厚实鸡肉，再撒上芝麻，风味更浓郁。更别说台式香肠饭，肉 Q 多汁且分量十足，店家诚意满满，新增简餐服务，就是要给顾客难忘的台湾味。台式的炸排骨饭，还有卤肉饭。跟我们有一些牛肉面啊、海鲜面这部分都是大家蛮就是受欢迎的。大家来用餐，我们会免费赠送他们饮料，在炎炎的夏日喝杯饮料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不止简餐好风味 ，Kiki 菠萝屋还不惜砸重金，特聘台湾知名面包师傅制作葱花面包、肉松面包、热狗面包等上百种台式面包，以及综合各种五谷杂粮的欧式养生面包，健康美味。特别从台湾请来，然后。也是参加过很多的比赛。那我们以前的老板他也有30几年的烘焙经验。那现在开始我们是从二代接手。那我们二代接手的经营人他也是从就是著名的法国蓝带学院毕业的。每天新鲜供应上百种面包的同时 ，Kiki 菠萝屋更不忘真诚朴实的将获利回馈到消费者身上，感谢华人社区。我们面包店里面购买满10元，我们会赠送1元的礼券，对，那就是也是算回馈给就是忠实 Kiki 菠萝屋的客户们。喊出联手台湾面包名师，追求幸福烘焙。Kiki 菠萝屋南加州3间店面与西雅图3间分店，不止顶级原物料，天天新鲜出炉。罗兰岗总店与西雅图100家超市内分店，现在还供应台式简餐，欢迎旧与新之前来重温台湾味。东森新闻李宗尧、魏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